桌游学演化设计的三个学习的任务，将艺术人文资讯领域融入到演化单元中。教学模式采用的是创新的 CQ WebQuest 模式， C 指的是古生的补考， Q 指的是 QR Code。任务一，让学生手绘古生物的图卡，并扫描成数位档。